哎，老师啊，声音，看一下。那天我们已经好了，坐井观天，坐井观天比短呢。继续看一下。下一个题目是什么？我要要的的是葫是芦。我要的是葫芦，我要的是葫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词。哦，这个倒那也可以在这写吧。也。OK，看一下，第一是什么？葫芦，葫葫芦。芦，衣裳，什么？葫芦，细长，藤，蚜虫，对，蚜虫。第五十，叮，第六十，自言鱼。自语。自言自语。好，第七十，我们之前先不要，老师要听第六，赛过，赛过，哎，第七十赛过。好，第八十，赛过，邻居。邻居，第邻居。好，第九十，第九呢？奇怪，奇怪。好，第十十。落，落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再读一遍，靠边翻几遍。葫芦，细长，牙虫，牙虫，丁。自言自语，自言自语，赛赛过，第奇怪，奇怪，葫芦细长，奇怪，一个，错。好的，来，黄生豪，黄生豪，一个人读一下一到十。放大点，看不见了。你这里音乐关了，黄生豪。葫芦，迅长，藤，鸭虫，丁，自言自语，赛过，邻居，经过，奇落。怪，落，好的，可以了。来了，首音老师继续啊。我要的是葫芦。来，第一个，大家一起读：从前，从前有个人，从前有个人就种了一棵葫芦。从前有个人种了一棵葫芦，细长的葫芦像长满一条大葫长芦，满了绿绿叶，开出了几朵雪白的雪白小的花。小花。好的。从前有个人种了一棵葫芦，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，开出了几朵雪白的小花。好，从前或许龙啊的有一个人，努力要干，种了一棵葫芦，不对边这边晒的，细长的葫芦藤上，藤的另外边的嘛，细背比较细的另外边的嘛，长满了绿叶啊，一生生的苗一棒的嘞的。开出了几朵雪白的小花，班里的不呢，葫芦花里的不呢不呢。好的，继续读一下。花谢以后，藤上挂了几个小葫芦，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！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。花谢以后。藤上挂了几个小葫芦，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！那个人
每天都要去看几次？花谢以后，哎，班里的注意多来看嘛。头上挂了几个小葫芦，哎，暖冰宝妈的葫芦里冻的古老，棒的吧嘞的，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！把老张吃下刚的小葫芦嘞的。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？阿里路啊的，你来冻的阿嘎老多几把嘞的。好的，继续往后。有一天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，心里想有几个虫子什么看见好的，有一天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，心里想有几个虫子怕什么呀？有一天，爹妈的，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。好，蚜虫做波缸里的，不弄一片玻璃的，哎，波泡面缸里的，站里头对的，哎的，心里想，谁他妈身上的？有几个虫子怕什么？第一缸里冻的，二缸里的，把脚起来撸麻利的。好的，继续往后来，大家一起读一下，他盯着。他盯着小葫芦，自言自语，地说：“我的小葫芦快长了，快长了，长得够细的。大南瓜，大南瓜，太好了。”才好呢，才好，才好呢。他盯着小葫芦，读啊，小葫芦。他盯着小葫芦，对了，自言自语的说，自言自语的声音就是，怪不标的不，那爸妈们标呗，那标的，就是自己说自己够不变标的。我的小葫芦快长啊，快长啊！我也小葫芦哩哩哩，绵绵叽哩，绵绵叽哩，长得赛过大南瓜才好呢。南瓜给胖的比较急嘛，高嘛嘞。好的，读一下吧。一个邻居看见了，快治一治吧。OK， 邻居看见了，哎，你竟然对他嘞，对他说：“你别光盯着葫芦，你的葫芦里头被进进来的叶子上生了虫子，地院里的宝妈不讲里的帮你比，快治一治吧，底下面面顾里的。”好的，那个人言道理。奇怪，他说什么叶子上的虫，还有个什么叶子上的虫子？我要的是我什么叶子上的蚜虫？那个人我要的是那个人阿里鲁嘎的。感到很奇怪，对吧？哎，突然对了，不能。他说什么？叶子上的虫子还用治？啊？要不我讲你俩古阿欧马拉的。我要的是葫芦，哪路进哪个葫芦里的。好的，继续每个秋天。叶子上的蚜虫，葫芦里里啊，来这片片的瓦工来的，一个一个都落了，这枯枝这枯枝呢，工龙又加工来的。好的，
可以了，按下手印，老师如回填空的回答问题有多少没？第一，读一下吧。西墙的葫芦亭下，长满了绿叶。好好读。西墙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。细长的细没了，这拼音的变长的葫芦藤宝妈，葫芦藤哎，女人宝妈嘞，长满了绿叶，绿叶深深的的，别帮你的绿叶会写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的，可以，好。第二，他看见叶子上爬着叶子上爬着一只蚜虫。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，他看见都还对的，这月里的不嘛，爬着一些蚜虫，蚜虫是喽，还有波缸里的不呢？哎，一片玻璃的蚜虫会写吗？那是牙齿的蚜虫，而且个虫里把那些蚜虫，可以，可以，第三。一个邻居他快四吧，快邻居，快治一治吧，快快治一治吧，对，一个邻居，邻居的要干啥嘞？对他说，杜古彪嘞，快治一治吧，明明的古巴欧呢，快治一治吧。好的，邻居会写吗？会写了，会写，会写。好，第四，路慢慢变老葫芦慢慢的变黄了，小葫芦，小葫芦说不对了的，嘎的，慢慢的，这偏偏的变黄了，变黄了，所以挖工的的。好的，可以了，来了，所以一到四，这考了编排几把，细长的。细长的葫芦上长满了一只虾，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。一个邻居对他说：“快治一治吧。”一个葫芦慢慢的变黄了，他快。没说怕啥，你那么牛鬼，对啥你那么怕不？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，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，一个邻居对他说：“快治一治吧。”小葫芦慢慢的变黄了。来，李佳媛读一下李佳媛的考考哦。快，小葫芦慢慢变黄了。葫芦，李佳媛，我说了，细长的变瘦。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。他看见叶子上爬些爬着一些蚜虫，一个邻居对他说：“快治一治吧。”小葫芦慢慢变黄了。OK， 好，那个谁，洪丽蕊念一下，这靠边说，我们细长的，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，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蚜虫，一个邻居对他说。快治一治吧，小葫芦慢慢
地变黄了。嗯哼，好的，都明白了呢。来，李荣要念一下细长的葫芦藤上。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，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丫头，对他说：“快吃一次吧。”嗯哼，小喉咙慢慢的变黄了。嗯 ，OK， 好。那第一，葫芦藤上开出了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葫芦藤上开出了，葫芦藤上开出了绿叶，开吧，说绿叶该长哪里？开呀，把你开满了。白色的槐花，嗯，对的，嗯，白白的小花开出了什么？白白的小花，对，老师说野马，葫芦藤上开出了雪白的小花。再说一遍，葫芦藤上。葫芦藤上开出了雪白的小花，出了雪白的小花。好的，他看见虫子时想什么？好，那个人看见虫子的时候想什么呢？他看见虫子，有虫子几个怕什么？嗯，好，这些吗？对，有几个虫子怕什么？对，我刚你懂你讲了，你怕了我嘛嘞的。好，其他人不知道吗？好像只有朱正林在回答。他看见虫子时想，有几个虫子怕什么？两秒记完，他看见。他看见几个虫子想怕什么？嗯，好的，来，李荣耀，你说一下，你的声音没出来。他看见虫子有虫子和有几个有几个虫子怕什么？好，童淑莹说一下，他看见虫子身上。有几个虫子怕什么？好的，第三，他盯着葫芦说什么？就是他看着葫芦，他说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快长了，快长了，都快长了，没有长了，快长了，长了，太好了，大南瓜，小黄瓜，快长了，快长了。我的小葫芦快长啊，快长啊，长得赛过南瓜才好呢。我们学的时候，老师如，看哦，老师如一列卡加音，一列卡加音，他盯着葫芦说，哎，说你哪里嘛，老师如，冒号你哪没？然后因为是说嘛的录音没，然后这些写没，写 BB 所音背没，哦，这个好了背没，明白吗？爷你定了？嗯，来扁标记宝，他盯着葫芦说，他盯着葫芦说，我的小葫芦快长了，来，彭丽蕊念一下，他盯着葫芦说。他盯着葫芦说，我的小葫芦快长啊，快长啊，长得赛过南瓜才好呢。好，苏丽想念一下，他盯着小葫芦
说，我的小葫芦快长啊快长啊，长得又赛过南瓜才好呢。OK， 李佳媛老师问一下，葫芦头上开出了什么？葫芦头上开出了雪白的小花。好，黄嘉义，他看见虫子时想什么？看虫子想有几个虫子，怕什么？好的，黄生豪，他盯着葫芦说什么？我的小葫芦快长啊，快长啊！长得赛过南瓜，穿好呢？还好呢。好的，来，李荣耀说一下，他盯着葫芦说。他盯着葫芦说：“我的小葫芦，快长呀，快长呀，长得。”晒过南瓜才好呢。南瓜才好呢。好的，可以了。那我们继续往后看。老师，那个是多少姐姐啊？昨天我们在做这个，数一下吧，一到五，一本。五颜六色。好的，妹妹来，那个李佳媛先回答一。一本正经。二。二话不说。三。三心二意。四。不要说话。四面八方。好的，来，李荣耀。五。啊？五。五颜六色。一。一。那是什么？对，一是什么？一本正经。二。二话不说。三。三心。啊，三心二意。好的，来，苏丽香，四。四面八方。再说一遍，四。四面八方。五。五颜六色。然后是一。一本正经。正经。一本正经。一本正经。
好的，童书营二。画画不说。三。三心二意。四。四面八方。OK， 好。八方。五。五颜六色。一。一本正经，经，一本正经，一本正经。二，二话不说。好，还家义。三，三三心二意。四，四面八方。五，五颜六色。好，红丽蕊一，一本正经。二。二话不说。三，三心二意。好的，还家恩。四，老师我想去打便。四，四是什么？去。还家恩。四面八方。还家恩在说吗？四面八方。王家英，四面八方。OK， 五，五五颜六色。一，一一本正经。嗯，一本正经，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继续往后看，跟老师读：六神无主，六神无主，六神无主。六神无主，好的，就是六神无主是神，所以老师说，那个神经的神，六个神，老师说，谁敢啥叫翘苦？六神无主就是没有主人，六神无主，那他想说的是，就是没了主意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不知道怎么办，把六万满满地落无所营，六神无主啊。比如说啊，怕的六神无主，叫龙龙爬上六万满满地哟。好，七个跟老师说，七嘴八舌，七嘴八舌，七嘴舌，嗯，七嘴八舌。七嘴八舌就是。那个，不是个困难苦，下个辛苦，七个嘴巴，八个舌，不要紧的，第二个把我表你家的，老师啊在前面上课，先把表你的，啊，后面学生们啊七嘴八舌的说话，哎，第二个把我表你家的，好的，下一个八仙过海，八仙过海。八仙过海就是八个神仙，那大一那的啊，那大伯那需要干的，本来有别的的，好，本来说老师啊开开的，啊是，第二只苗子算啥的臭边了，哎，我八仙啊是那大些八座算啥些苗臭边家的的，好，下一个是九牛一毛。九牛一毛就是九牛，你看九头牛，暖锅搞嘛，就是牛身上有很多毛，对吧？哎，还这么一毛等于没了的名字，就是把们毛得得的，把们毛得压力的表达，九牛一毛 ，OK。然后是十全十美。嗯，十全十美就是龙王别话了，表达十全十美。爸妈别拿咱们去龙王 perfect 别得了，表达十全十美。好的，再读一遍，老师那就靠来朋友们，六神无主。老师，六神无主。无主来，咱们去那里哦。七嘴八舌。七嘴八舌。八仙过海，八仙过海，九牛一毛，十全十美，
OK， 黄生豪去吧。来，让我们苏丽祥和朱正林念一下六神无主。六神无主，七嘴八。八声过海，九有一毛，十全十美。OK， 好，来啦，索云，李荣耀和李佳媛念一下六神。六神无主。六神无主，八仙过海，九牛一毛，十全十美。好的，来黄佳怡和董淑颖念一下六神无主。六神无主，七嘴八舌，八香过。九牛一毛，十全十美。OK， 来，王佳恩和谁？洪丽蕊念一下六神无主。六神无主，七嘴八吞，八舌，八仙过海，八仙过海，过海九牛一毛，十全十美。嗯，对了，十全十美。好，让孙怡老师录，我会舔，我会舔，所以过来撇着的，过来撇着没，老师录。啊，我先把你的副作用的品牌第一个拍几包。狐狸为什么说葡萄好呢？我是美。我是美。对了，狐狸为什么说葡萄酸呢？question mark 问号。下一个。葫芦棚上挂着三个小葫芦。Full stop。好，下一个。爷爷买的枣儿真甜啊。爷爷买的枣儿真甜吗？甜啊。OK， 下一个。你喜欢小松鼠，喜欢小松鼠，对了，把它买来。我选 Mark。对的，对的，是这样，是吧？你喜欢小柳树还是喜欢小枣树？你看，柳树边里有摘橄榄，咱们某人枣树啊边有摘橄榄的。好的，等一下呢。那我们继续往后看，老师哪个色比较吉祥？这个是看图写几句话。这个里东里讲老一家没的看图 ，OK。那我们写什么？老师的第一句写什么呢？本六级别，老师的把一家们嘞。小朋友们看见猴子。小朋友们看见猴子，那小朋友们去哪里呀？动物园。哎，小朋友们去动物园。那今天会是什么呀？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几？今天星期日。
啊，今天是一日，可以，那我们就写。老师说，啊，过天嘛，一天开家人，三十八一没，先忙那过钱没，知道吗？先忙那过钱没，钱比较少一没。今天是星期日，对吗？并句号 ，first， 刚刚我们写，等一下。今天是星期日，并啊过得过嘛一没，是吧？然后。小朋友们去公园啊 ，sorry， 去动物园对吗？他们在动物园里看见了很多小猴子。对吧，小猴子，那小朋友们怎么样啊？看见小猴子的话，开心，开心，他们很开心，是吧？他们很开心，他们很开心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些就可以了。嗯，他到底怎么了嘛？OK， 来了，所以老师你们啥意思吗？今天是星期日，句号 ，full stop。小朋友们去动物园 ，full stop。他们在动物园里看见了很多小猴子，哪里嘛也没，句号。他们很开心，好吗？那你其他边没？可以呢。好的，来，老师，那个是多少只鸡啊？哎，这只动物是什么？老师，咱俩把讲的嘞，知道吗？鹦鹉嘞，鹦鹉。鹦鹉嘞，鹦鹉嘞，对的。马鲁。哎，什么什么马鲁啊？啊，在这，老师，在这。骑驴。六十四个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骑驴，骑驴，驴。老师了，你有多少？你几老表嘞？骑驴。好的，那马和驴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马那驴呢也把不住嘞。猪花家了，你拿棉布嘞？拿棉布嘞？嗯，好，那童书颖说的是马是高高的，驴是矮矮的，对吗？是是，那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这下午把戏内容。马的耳朵和鱼的驴的耳朵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大小。大小，那谁的耳朵大呀？耳朵大。驴的耳朵大，然后马的耳朵呢？小。小，对了，小。那。那两个是不一样的，那。